销其台在不知道物品的情况下推销。你们的东西都好玄幻啊。我们这个东西呢，就会大家可以随身携带，然后呢可以放在你的包包里，然后呢可以帮助提亮你的肤色，提亮你整个人的状态，然后一般女生都会用到。哇，就是心血来潮的时候你会用一下吗？我不会用。我虽然不会用，但是爱美的女生她都会用这个东西。因为可能我没有那么爱美吧，不需要这个东西。那这个礼物有点稍微有点小，我觉得应该送个更贵重的。这个东西就是每天都得送啊，就是非常的实用啊，然后价格也不会很贵，就女孩子必备。